走在平溪老街上，随处可见游客人手一支香肠的景象。文香来到平溪街与公园街口的平溪故事香肠，天灯造型的招牌写着各种口味的香肠，最热门的就属高粱酒黑猪肉香肠、泡菜口味和九层塔口味的香肠。老板会在香肠上画四刀，逐一放上吃香肠不可少的两大配方：蒜苗跟蒜头。油亮的外皮加上扑鼻而来的炭烤香气，真的会迫不及待将香肠往嘴里塞。另有其他口味，等你来发掘。